位市长来到新竹，依旧展现超高人气。为了打造青年友好创业环境，特别率团到新竹青创基地做交流，跟着新竹县长杨文科一起听年轻学子的创意。我们今天最重要来谈两件事，一个就是青年人才的培育，以及创业就业的机会，让人才培育以及创业创新，让青年能够在国家未来的发展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角色。侯市长也说，青创基地不断发展，希望能让青年逐梦并圆梦，也透过职业发展中心推动适性教育、技职教育等等，把每个人摆在对的地方，就有创业成功的机会。新竹县跟新北市，他们有 AI 职业科学园区，我们有宝宝职业园区，都是在这三年内国内唯二和国际产业机构的成立。强调未来不管是 AI 电动车或是数位科技、资通讯，新北新竹县都会一起并肩作战。这回交流公益青年政策，期许青创能助台湾产业再升级。 TVBS 陈世明、陈建明、林立新竹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